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外婆菜炒饭，还有肉松包。那我开始吃了。这个饭是我妈炒的，金黄金黄的。这个里面还放了韭黄和鸡蛋，感觉把最香的东西都放进去了。这个是肉松包，打开看一下，流心了。它里面的馅好像液体的肉松一样。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